感谢。然后的话我们开始跳舞了，我们先跳第一个。表妹么么哒，表哥你还在呢，刚想呼叫你的，我就看到你在了。好，讲一下我的音乐，我们开始了哟。对，这下我也要当一下老师了。什么歌？刚刚那个是一个俄语歌，我待会儿告诉你那个音乐是什么，等一下告诉你。摩托呀，对，别天天就知道摩托呀。谢我医生哥哥，感谢。我们来选一下主播准备的舞蹈，绝对是没有问题的，绝对值得一看。你不看会后悔，看了更后悔。我还是告诉你们吧，应该看不到。第二个是 Alone， 第二首歌是 Alone， 然后第三首歌是 Wiggle Wiggle。如果今天真漂亮，谢大汉哥哥的夸奖哇。第二首歌是 Alone， 第三首歌是 Wiggle Wiggle， 大家选择一下。好，我开始转评了，我开始转评了。好，不选，不要调皮哦，宝宝，调皮长不大的哟。二和三，大家选择一下。那这样子，我们就第二首歌的时候，我们选一个你们想看的，第三首歌我们再看，对吧？第二首歌《Alone》和《Wiggle Wiggle》，你们选择一下，第三个我们再选择，
选择你们想看的。来，我们三二和三选一下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，好的，恭喜恭喜这个宝宝，恭喜小龙宝宝选到第二首歌，恭喜恭喜。我们第二首的话呢，选就是我们这个第二个舞跳，大家想就是舞跳我准备的，然后第三首歌跳大家想看的。谢谢，谢谢我们宝宝的点心，感谢有心的宝宝可以送一下，没有心的宝宝的话也没有关系，记得帮我打卡，对，记得帮我打卡，然后点下直播学通知。我们麦序上的宝宝记得关注一下，哇，待会儿好多美女啊，除了露露还有陌生，还有多多，还有乔伊，太多美女了，我也好想看呢。对，然后我们左上角五星五星花瓶现在约大家预约一下。怎么都是星星呢？我难道没有回来吗？哦哦，有啊，有有了，现在有了。好，我出来了，我们先跳第二个舞蹈。当当当，那个俄语歌，俄语歌是吗？我截图给你看一下俄语歌。我专门给你看一下那个俄语歌的名字，它是叫三 A 二，对，叫这个，你可以叫这个，你可以去搜一下三 A 二。噔噔，好，我们找一下我的歌。稳住，别笑，好。
肉丝色，肉色，肉色，对，非常正宗的肉色，跳舞的时候特别美。谢谢，谢谢一炮哥哥的夸奖，感谢，感谢一炮哥哥，我觉得你这个名字也取得特别的好。苹果让人喜欢是吗？主播属于那种屁股属于比较丰满型的。谢谢我的妈妈把我的屁股生得那么大。谢谢一炮哥哥，感谢我一炮哥管理的他加一个小时。谢谢大家的点心，我们还差三十几个到一千个哟，三十几个到一千个，大家加油，相信你们的手速是最棒的，大家加油。你该谢谢我是吗？谢谢吃鸡哥哥，感谢。对，然后最后一个舞由大家选择，最后一个舞由大家选择，你们扣出来你们想看的舞蹈的名字，然后我截图，截到哪个我们跳哪个，但是不能跳的舞大家不要扣啊，因为不能跳的舞肯定到时候我跳的是会被移出麦序的，到时候你们就看不见这么可爱的我了。好，我准备截图了，你们扣起来吧。三二一，摩托摇是吗？恭喜恭喜溜溜哥哥，恭喜溜溜哥哥选到了摩托摇。这个宝宝，你的飞机摇是哪首歌呢？非常非常的好奇。还有飞机摇，恭喜溜溜哥哥，那我们来跳摩托摇。可能我这个衣服会差了一点，但是没关系。对，没关系，大家想看我就跳给大家看，因为这个衣服可能稍微跳摩托摇的感觉会差了一点，就像刚刚跳那个火车一样，没关系，牺牲小我完成大我。没关系，对。好的，我们开始了。飞机还能摇？对啊，我也想明白飞机摇是哪一个。不过我觉得宝宝这个想象是非常不错的，到时候可能真的会有一首飞机摇哦。怎么不能摇？嗨起来！好木摇，六六六。Music mix only here on DJRR.